2019年9月开始推出大型高素质的学术论坛华冈大讲堂。华冈大讲堂以华冈命名，目的在实践创办人张其云博士承东西之道统及中外之精华的教育理念，以及董事长张静虎博士敦聘名师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教与学环境之愿景。透过学养深厚又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之学思历程以及反省，洞彻学术底蕴，体会大学教育之经师与人师并重、道德伦理与学问并重的道理，进而理解学术研究的现代意义，引领师生个人思考生命的意义，而对于学问的活化产生共鸣，及其与社会相结合的全新价值。